要想哦，什么叫掠狗呢？吼，要想讲无神经病呢，掠着狗爱进猪人呢，要想过。人巧又人牙白啊，可能知影讲巧又今仔日那种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的悠悠棒，这个拍错头，啊，你一个都为乡长出气，你买什么钱？哎呦，唔是啦，我是想，哎，我嘛宜兰人呢。嗯，你呢？嗯，宜兰人。哎，你放啊尊重诶，你啊什么诶？什么姿势啊？什么面貌啊？你用鼻孔在哪认哦？哈，落车头无探听哦。阮老爸阿西读古亭国小，我是众威人呢。当年那是清明节，我那在扫墓呢。阮兜一代杨家祖先拢葬伫咧众威，你是捌啊唔捌啊你啊？真的？哎，你拢唔知我众威人哦？知嘛？知哦。是不是啊？哦，我对不起你杨家的代祖先。搞你有干的，但做先黑不死的。拍摄拍摄，我唔知你中位的啦。你两个来拄好吼，与秀慧，秀慧员工是秀外慧中。坚果个内容。我给你娱乐，你冇歪意呢。丢啦！我今咪是给你娱乐。啊，谢谢。小蛮用。今仔日蔡家玲都讲要学功夫，咱都要讲个说学逗唱。唱我是干嘛？你足厉害啦！唱我你学，阿哥你学。诶，说较歹学啦。迄个啊那杨秀慧，迄个人四姑娘啊，结婚的啦，生囝的啦，哦，上高啊，有够厉害，真的啊，你使甲阮参加一段无？好来，今仔日这个点灯夹菜，喜气洋洋的大礼堂，就是咱男主角甲女主角结婚的大喜的日子，大家有看到无？新娘真正有够巧，捡到一只大婚鸟。喂喂，哎，这收钱啦？你是咧比赛婚鸟的呀？这无婚婚鸟，敢是？很咸，咸啦！啊，你敢袂使？无，哎，啊，人伊嫁因翁，因翁咧饲婚鸟，安尼无用啊！对，啊，啊，祝福因翁亲母亲千万唔通放老公婆伫咧爬车恁。啊，恁新娘呢？入门了后，一定爱好好友好咱的大家大官。想当初时，若不是大家大官敖平平，囡仔无法引导新郎甲你困做堆。哇！啊，咱的新郎。嘛爱友好着咱个丈人丈母，想当时若毋是丈人丈母熬过过，今嘛无遐水某甲你困做伙。哎，我讲输你啦！英雄英雄，哇！系系系系，好厉害哦！英雄，开只灯，你看有法哩？无法度，无法度。你听袂话哩啦！哎，恁这少年都无法度啊！打字都袂有怕。不是无法度啦，是讲头拄讲迄无法度。谢谢你，慢慢来。我来，你要试试看呐！你不是当主持人，你先。加减学啦，啊无你啊包你咧。红青母亲，红阿婆爬车恁。阿婆。你先跟他一句啦，一句啊。你啊，你多巧要会跑步。开单啊，你怎么开场啊？我随袂记哩呢。无啦，阿婆安尼啦，你看你家己要讲啥，今仔拢甲学出来安尼啦。对啊。我讲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子孙兴旺。子孙兴旺。说啥？你讲拜托你是去低调啦。六六兴旺。六六兴旺。啊，顺心无灾啦。顺心无灾。风调雨顺啦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啊，是安尼顺送。嗯。好，那你安尼袂使，你安尼，这一年今日才来啊，有要求以上吼，我一定要给处理去了，顺啦。哎哎呦，选举你都来哈？选举厉害厉害！我先跟你讲，其实每一个人哦，伊的名的尾音拢足重要。哦，好，比如讲咱的公司叫阿贺，阿贺咧卖水果啊，对对，这个也晓。哦，押韵。哎，押韵，现场无论看拄着什么人，不如讲看到碰过。哈，哦，蹦恰恰蹦恰恰，东方花椒鸭，来几个我恁爸拢唔惊。啊哟，加油！苗可丽，苗可丽，东方花椒鸭绝对七百倍好利息。啊！哎，蔡嘉玲，蔡嘉玲。东方花椒鸭，规暗拢盈盈，爱阿温嘛，对不对？这是谐音嘛，是赛了哈，谐音嘛，谐音，对啦。所以讲你唱歌无问题嘛，对啦。你恭维导导来嘛，好，慢慢来练。对啦，伊要负责唱就对啦。有人吼敖唱，啊无一定敖讲啊。像迄大字，讲话大字，啊叭叭叭，我，啊伊唱歌就袂啊。像阮兜隔壁阿庄哦，有一个阿狗，就是讲话大字嘛，有只阿爸，我。伊特别用靠背啊，你用唱的啦，莫用讲的啦。阿爸，咱的斗的牛，阿牛条边的花，阿花。
阿花阿花小厝，修了半天，修了了啊！修完的、嗯哦、啦，对啦，这嘛是一种幸福啊。所以天公变是公平啊，这个搞唱歌哦，伊都无我都讲啦。所以，我较早我嘛是真好唱歌。你阿伯，你也是那招精的。出什么代志？因为看到真真有家庭都阿讲的，讲话哦，就伤人喉的嘛。啊，真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即马拢逼车你咧。真经的吗？我较早我搞唱的，比江阴更好唱咧。真贵。无人要信。安尼啦，讲话分过来讲啦，都爱主持啦吼，会练习。结婚场的啦，作秀的啦，一选举的，另外一种卖物件就不简单了。哦，你讲笑话的，阮在卖物件。上高哦。卖到阮这无叫人发钱。哎，真的啊！迄道有发的哦，有啊，有啦。我袂讲，第二道才发的啦。来啦，头一道伊袂记得发啦。我先来考一下杨小薇，看我到无？还是先过桥又好。哎呦，哦，这问题来了啦！哎呦，三星葱，三星葱，三星葱，你若当作酸呀那边？哎呦，酸呀，当作酸。我你个介绍三星葱袂看嘛？应该做搞，又拢有咧直播，哎呀，一百。人讲吼，头班长嫁好翁。咱现场的咱的妈妈大姐，我甲恁讲，咱的囡仔的三星葱，唔呐好食，气味阁赞，而且呢，不管你要先蒸肠啊，卵要做葱油饼，真正拢做赞的。所以咱的好朋友啊，赶紧嘞，这么新鲜，这么鲜，这么好的宜兰三星葱，赶紧打电话，空八空空空八空空空空空八空空空八空空空空，电话赶紧打，紧来紧来，遐要一个，遐要一个，遐嘛要一个，紧打电话哈。这有影厉害！啊，杨秀伟，咱个个卖葱啊，就无意思啊。葱油饼诶，三星葱做的葱油饼，加二升级版一倍 ，campaign 啦！来，各位乡亲、士大、阿娘、阿爸、厝边兼隔壁，今日人坐坐民主问题，三姓人讲五十话，今仔日我绝对要大家倒转去拢当做老爸。即块真好用，葱油饼伊个来源。讲到底实在是真感动，要制作这块葱油饼，本身都要七十九天，唔通洗身躯。啊，拢无去丢了高木，去丢了高岗。用着庄严的心情来制作这块葱啊饼，让大家吃了到底，嘴会叮当，目睭会看人，好食到五脏就呼隆刷胃。到底偌好食呢？真好食。为什么伊原料会这么好？有看到无？一杯葱啊！咱的农夫用到心血，用到感情来甲种，阮一点点仔囝，甲种到一丛遮尔大丛，一个葱仔头，食葱头，哎呦，你食到老老老，阁会当白土豆，食老阁愈嚼阁愈逍遥，一贴得厉害。啊，若讲食葱仔尾，食葱仔尾。让大家赚钱赚机会，赚钱赚到无所在通好地，安尼大家讲，这块葱仔饼食到到底，是不是万年富贵？是不是金光闪闪？哦，鱼叉米粉呢？水，水啦，老啊！从经过超越加社会示范，麻烦蔡家玲经济行袂。你尝好啦，尝也袂经尝，尝啊，敢那个简单。菜我毋捌卖过咧，伊卖过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吼，我手提的这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下港讲是全世界上有名的三星葱啊，一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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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恁讲有俗无？啊，大遐大有人要买无？哦来哦哦哦。无啊，无啊无。你听一个相片拢来听啦。这个卖物件过一段路。相信家人心里有所感觉。